娶我们当下人。林佳佳，你竟然怀了个野种，你可真不要脸。爸，他肯定就是那天喝醉酒夜不归宿搞的，他这么不检点，以后影响我的婚事可怎么办呀？小侄女，赶紧把肚子的野种给我打了。当初你背着我妈在外面把这个野种生下来，你把他打了我就打。滚，林佳，再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是对龙凤胎，长得很像你，跟你一样啊，脖子上都有一个痣。裴总，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？那天晚上的女人还没找到。我的龙凤胎呢？抱歉，两个孩子有先天缺陷，哭了两声就没气了。这就是那两个孩子，现在送到了，钱可以给我了吧？嗯。慢走啊，下次光临。店长，店长，等一下，这个月我又是销冠，不知道上半年的这8万块奖金，是不是可以先发给我呀？也算可以啊。嗯、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，我就什么时候跟你结算。我是可以跟你结婚啊，但是不知道人家老公同不同意、啊。什么？你有老公？上哪儿找一个老公啊？裴总，这是少爷贴满全城的传单。50万重金穷，裴无用，你是不是皮又痒？钱能解决问题都不算问题。要不看看你30岁了也不结婚，害得我妹妹小小年纪在幼儿园都抬不起头。行，裴无用，你这个月的零花钱用没有啊？如果你不给我很多爱，那你这样给我很多钱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你这样子的。大哥，他打我了！还愣着干嘛？追啊！追追追！只要妹妹，不要哥哥了。我追！别跑了！报警啊！你大白天的，你绑架孩子呀、啊！妈咪，妈咪，我们终于找到妈咪了。爸比？